求得一名救助耶稣，求得一名救助耶稣。弟兄讲，主下对付使徒讲，把身躯替恁打破，恁摕起只来孝念我，听起哩。用水亚所提到是过迄年由地饼作下，那么照伊的款，地基饼，咱来感谢天顶的上帝，三来祈祷。水亚所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，为了纪念你，永远成为我们最得赎的一个祭祀。阮恳求你先赐见圣神来圣别阮。也圣别我们摆在前面这一些饼跟葡萄汁，让我们借着这个流程归入你属灵的身体，愿你恩典来帮咱，运用我的心心灵，我愿会当在你的恩典中长成基督的样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主要所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个是我的身躯为了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对，这是要请这些属灵者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为咱拍破。啊，邀请所有你若欢喜照耶稣今仔日的信息所讲，用罗卜、用牺牲甲服务去疼惜身边的人，假如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生命体。我邀请你一起来恭守这个圣餐。这个圣餐不是我王牧师为你预备，也不是永福教会为你预备。这个圣餐是耶稣基督他在上帝的国度里邀请你的。来吧，来亲近他，耶稣要亲近你。来吧，凭着信心伸出你的手来领受耶稣对你的爱。耶稣在上帝的国度里，他问你说，我爱你，因为上帝爱你，所以上帝差遣独生子耶稣来到你的面前说，我爱你，我不只爱你，我已经为你舍命，一切的软弱我都为你担了，我的命为你舍了，我代替了你成为你生命的羔羊，是赎罪的，是让你有机会更新再造的。放下吧，放下所有的悲观
放下你所有的不愉快，在主耶稣的呼召之下，你让有机会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更新再造，有机会重新开始进入上帝的国度，就是进入一个爱的氛围，因为上帝就是爱，哪里有爱，哪里就有上帝的同在。哪一个人的生命有爱，哪一个人就是上帝的儿女，因为爱从上帝来。不要用埋怨过日子，请用爱跟感恩来过日子。你的生活没有那么糟，越感恩你的生活会往正面一直改变。相信上帝，上帝的手对你有呼召。主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舍的。”你们理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
圣经甲咱讲，认真听，听着紧。谦卑，再谦卑。当我们越蹲下自己去服务别人，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真做一个有听又有去行，信心又有行动的基督徒，我们整个周边的环境都会改变，使人因我们服。愿上帝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这是兰州的。